也是他草场的羊。当清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弟兄姊妹啊，我哋就将我哋嘅心思意念专一嘅去敬拜我哋嘅主，我哋进入与主嘅同在里面。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我与众天使为要抱着敬拜。我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我要单单敬拜你耶稣。我们一同敬拜你主啊，我要我们的爱是从来都未变改过，你就是一直地保守着我们，无论我们得时不得时，你都是一直地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多谢你。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我最爱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的祈求，阿们。没错，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爱是信实不变，无论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难阻，神是必定会与我们同在的，因为他为着我们，大山都会挪开，大海都会分开，为着的就是让我们平安去渡过，是吗？感谢主啊。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
新的大爱，以致我们愿意的效法，一生的去跟随你。多谢你，因为你先爱我们每一个。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的祈求。
阿们。弟兄姊妹清楚，耶稣基督深深的大爱，他几咁宽长阔高深。耶稣基督深深主，主就是用那份深恩的厚爱，现在又是每个月第一个，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主日的圣餐，我们就纪念主耶稣基督对我们那份的爱，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他清楚知道我们是无力自救，所以他甘愿牺牲被钉十架，成就救恩。我们就用这首诗歌念你恩情，去纪念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份的大爱。有请诗事全今日的圣餐。用这饼之时，衷心赞美；用这杯之时，感恩向你。
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我们有没有用主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有没有效法主耶稣基督那份宽恕我们的心，去宽恕得罪过我们的人？求主省察我们，我们向主认罪，可能我们有意无意的都得罪神得罪人，求主的宽恕，我们再一次藉着这首诗歌念你恩情，去省察我们每一个对主的爱。用这饼之时衷心赞美，用这杯之时感恩向你，愿献身心灵无方恩主，你爱牺牲为人，念你恩情倾倒于我心，念你恩情生天直到人心中不忘，常感恩赞颂你。有请何牧师。弟兄姊妹早晨，好感恩神俾我哋每一个月有一次来到是接着圣餐去亲近我们的上帝。首先我们读一读今天的圣餐的经文。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弟兄姊妹，让你受一洗，重新得救的时候，我们来到去领这个的餐。如果你未受水礼的时间，请你在水礼之后才领这个的餐。如果你预备好，你未拿到这个 package 的时候，你举举手，我们的圣餐司事会派给大家。如果大家都拿到了，预备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的祷告。亲爱主，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很去感恩，因为其实每一天都是新的日子，没人能够说这一秒和上一秒是同一秒，没人敢说今天的日子和昨天是同一日，其实都不是。圣经说每早晨神的恩典都是新的，所以主，我们藉着圣餐去思想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里头都和神的关系。刚才诗歌Stephen 带领我们去思想在过去一个月的当中，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样呢？弟兄姊妹，会不会有时候你和我的言语都不合圣徒的体统呢？会不会我们知道神行善的标准，但我们有没有做到呢？有时候在一些细微的地方里面，很可能我们自己都忘记了神和我们一起。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地方得罪上帝、得罪人、伤害人，又造就不到人的说话都讲得出来，你可以在神的面前一刻向神祷告，求上帝宽恕你。
主，我哋多谢你透过使徒约翰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好清楚应许我哋。神相信系公义嘅，只要我认自己嘅罪嘅时候，神一定会赦免我哋嘅罪，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神啊，而家我哋因着你嘅应许，刚才我哋弟兄姊妹一齐喺神面前去认罪悔改嘅时候，神你已经悦纳，主耶稣你嘅宝血已经洁净咗我哋。一刻，我哋再一次嘅守洁心清嚟到神嘅面前，去领主嘅饼同埋主嘅杯，求主加添我哋力量，继续嘅为主而活。多谢你听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无论系呢个礼堂嘅我哋副堂同埋网上嘅弟兄姊妹，喺家里边预备好饼同埋葡萄汁嘅，我哋嚟到系。首先你要吃这个饼，这个饼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神的心意很明显要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让我们吃这个饼。同一个饼，同一个杯，杯里面的葡萄汁是象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的罪倾流，我们一起喝这个葡萄汁，直到主耶稣基督将来的婚宴。感谢神，我们在收杯的时间邀请敬拜队带领我们继续诗歌敬拜。感谢主，他已经用十架的爱已经洗净了我们每个人的罪。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用主耶稣基督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好像元朗堂咁啊，好多时都有邻舍嘅服侍，去爱邻舍，去关心佢哋嘅需要。呢个正正就系神对我哋爱嘅考验。所以啊，弟兄姊妹，我哋应该要用神俾我哋嘅恩赐、才干同埋赚钱嘅能力，去回应翻俾神，我哋再透过耶稣深深的爱首诗歌，去回应神对我哋嘅爱。耶稣基督深深。Thank you.
低头为到献金祷告。荣耀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你嘅话语系何等嘅宝贵。喺新嘅一年，让我哋去学习如何行喺你嘅心意里边，让我哋每天去亲近你嘅时候，无论系读经祷告，无论系教会嘅侍奉，生活中嘅服侍，都能够经历你嘅同在，并且以顺服敬畏心、敬拜同奉献嘅行动去回应圣灵嘅感动。弟兄姊妹所摆上嘅金钱，求你悦纳，用喺你圣工上边。感恩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早晨，我开心咧，2024年咧第一次喺大家当中咧嚟到系去讲道啊正道。咁時間又覺得好快啦，2024年咧已經係踏入第二個月喎。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得人越大個咧，時間會覺得過得越快噶？舉手睇下，係啊，而且係又快。生裏面咧有好多嘢我哋係預計唔到嘅，唔知你會唔會咧預計你嘅生命裏面咧都係咧想與上帝相遇咧，而上帝係會同你相遇嘅咧。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呢一个嘅题目啦，我一齐低头祷告啊！天父上帝，我多谢你啊，因为你喺你嘅心恩厚爱嘅当中咧，系你预咗我哋，你拣选咗我哋，以致咧你都系愿意嚟到与我哋相遇。但愿我哋在当中每一个嘅弟兄姊妹喺今日嘅里面，就系能够可以同你相遇。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咁啊，我想欢迎一下我哋在座当中有冇第一次喺我哋里面崇拜嘅新朋友啊？有冇啊？我哋又有一位喎，我哋欢迎。嗱，唔知副堂咧有冇啦吓？我哋欢迎副堂嘅弟兄姊妹，同埋欢迎网上嘅弟兄姊妹，咁啊都同我哋一齐崇拜。今日咧同大家要讲嘅题目咧就系当生命咧与神相遇，当生命与神相遇会有啲咩发生咧？吓，你期唔期待咧？咁我哋睇下咧，透過雅各佢一個嘅生平嘅事蹟啦，咁佢神點樣同佢嘅生命嚟到相遇，而產生啲乜嘢嘅動力啊？我哋一齊讀出咧呢個創世記嘅28:10-22，好預備起。雅各往哈蘭去，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已經落，就在那裡過夜。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下，就躺卧在那地方。他做梦看啊，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端直伸到天。看啊，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看啊，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亲以撒的神，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看啊，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罪了你对所说的话。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那就枕在头下的石头立在柱子，晓在上面。他就在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地方原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我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这块石头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一分之一献给你。咁啊，今日咧，我哋嘅正道嘅大纲咧，就系咧，我哋先会讲下咧呢个嘅故事嘅背景啦。然后咧，上帝点样
主动与人相遇，雅各的回应，并且咧系对出我哋而且咧系对我哋嘅信仰里面嘅反省啊吓。咁我哋先嚟睇下背景咯。咁啊，雅各咧点解要离开别士巴咧？吓喺第十节至到第十一节咧就有讲到嘅，就话佢离开别士巴要去边度咧？要去哈兰呢笪地方。别士巴去到哈兰呢笪地方咧，其实咧系路途咧系大概有八百公里，大概有几远呢？就是由香港去到上海咧，就400公里。由上海咧翻翻嚟再400公里，咁咧就系当时雅各要去嘅路途嘅嗰个嘅长度啦。咁要用脚去行嘅，唔系搭高铁啊、搭火车、搭飞机啊、火车，而系用脚去行。咁足足要行几耐先去行到？即系来回上海一次啊，吓咁样，即系由呢个别士巴去到哈兰，咁大概咧要行29日，咁啊先再行到去。咁呢度咧第十节经文咧就咁样讲啦，就佢去到呢笪地方。而第十一节咧就咧讲到佢去到嗰笪地方，喺嗰度有一笪地方，因为日落啦，佢就要喺嗰度就过夜，要喺嗰度咧就执起嚿石头，又喺嗰度咧就瞓低啦。啊，點解成日要講嗰度咧？係咪咁咧？就係回應緊咧，陣間喺第十九節咧就揭曉咧，依個地方呢一個嗰度咧，呢個哪裏咧係幾咁重要？因為喺嗰度佢就與神相遇，所以作者喺呢一度嘅鋪排咧就話哪地方哪地方不斷咁重複係哪地方，即係佢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值得紀念嘅地方。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出其不意的际遇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觉生命里面会有充满很多挑战困难的。不同的阶段都有困难。读书的时期会觉得读书特别困难。因为每一个学期都要什么考试。每日都要做功课。默书啊、测验啊咁样，学生时期嘅时候咧，我哋总系会觉得读书系好苦闷嘅事。点解要读咁多科目呢？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咪又系计数。如果系做会计，咪就系计数咯。咁做乜要读英文咧？又咩？做乜要读咩生物啊、化学啊嗰啲咁多嘅嘢咧？系嘛？咁我以前唔中意数学咧，所以我觉得咧，唉，数学呢样嘢咧可以。即係除咗街市賣餸咧，加減乘除之外，我做咩要計微積分啫？明唔明我講咩？我識加減乘除咪得咯咁樣。即係我呢啲師奶就係咁樣諗嘢啦嘛。咁我已經係斷定咗，我係唔中意數學同嗰啲咩統計學啊咩，所有嘅嘢都唔關我事噶啦咁樣。咁再深奧啲嘅數，梗係唔會關我事。咁我點會計到天文地理嗰啲數咧？係咪？咁啊，梗係留翻俾科學家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每一個人生咧，有多嘢咧係出其不意嘅。但係喺上帝喺我哋嘅人生裏面咧，總係一個。偏执嘅手或者系无形嘅手咧，大能嘅手咧系带领住我哋。困难系好多噶，系要我哋用咬住牙根嘅毅力咧去行，并且仲要依靠上帝大能嘅手带住啦。唔系话咧有上帝咧嘅出手咧，咁我哋就可以躺平，就哎呀安枕无忧啦。今时今日咧有好多嘅朋友啊。微信主人咧，佢都系谂住咧，佢咧能够如果佢能够拜到一个咩嘅偶像啊、神明啊，喺啲时节啊、催运啊咁样咧，佢就可以咧躺平咧，安枕无忧啦。咁咧就但求可以揾到一个咁样嘅保护。但系信主嘅人咧，我哋信耶稣嘅人咧，唔系想即系如果我哋仲系咁停留喺呢个思维咧，我哋好低级噶。我哋系一个好低级嘅信徒，同埋一个好初浅嘅信徒。当我哋信耶稣嘅时候，上帝系要我哋咧系咬实牙根去学我哋要学嘅嘢，去过我哋要过嘅关。之余咧，要见到上帝嘅出手。喺人都已经尽晒力嘅时候，我哋会见到上帝嘅出手。又或者调翻转，当你见到上帝出手嘅时候，你系咪就可以摁摁脚？上帝都出手啦，我唔使做啦，系咪咁啊？更加唔可以唔做啊！因为你见到上帝咁多嘅恩典临喺你身上嘅时候，你就点可以话？系咯，上帝俾咗恩典我啦，咁我咪喺度咬粮咯咁样。咁即系基督教咧，基督教来华咧呢几百年嘅里面咧，其实有好多嘅中国嘅人咧，其实本来对耶稣咧系一啲认识都冇嘅。是零認識的，咁但係咧，佢卻係透過宣教士佢哋嗰啲嘅贈衣啊、施藥啊、教學啊，即係叫啲爸爸媽媽俾啲仔女嚟讀書啦，咁樣，因為以前嘅女仔咧係冇機會讀書噶嘛，只係
做童婚，即係好細個就十零歲就嫁咗俾人啦，跟住或者陪住爸爸媽媽去斬柴啊、割菜啊、嚇農務啊咁樣，可以幫補家計啊，咁啊早啲嫁人咧又可以咧攞到啲禮金啊咁樣，即係幫。總之女仔咧就係咁樣嘅一生啦。咁孫教士來華之後咧，就會叫啲爸爸媽媽俾女仔讀書啦。咁讀書知識先可以幫一個人咧係可以。在社會謀生啊嘛，咁佢哋簡稱咧就讀書就可以脫貧，讀書就可以改變命運啦咁樣。但係好多信徒就係停留咗去攞著數，信主嘅初期喺入到教會就係攞一啲咁樣嘅利益，咁咧我哋稱之為吃教啊，即係喺課本裡面講咧，即係呢啲人咧就嚟攞米糧啊，嚇攞著數啊，攞福利啊，咁為之吃教。如果我哋喺信仰裡面咧，只係停留喺呢啲嘅。即係利益主義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仲係咧未懂得神嘅愛，未懂得神嘅恩典。當我哋見到上帝有好多好多恩典喺我哋生命嘅裏面嘅時候，你見到上帝同你嘅生命有接觸嘅時候，你點可能唔改變就喺度？哎，神啊，你做嘢咯，我唔使做咯，梗係唔會嘅。呢個思維咧，呢種嘅邏輯咧係好反智嘅，知唔知啊？好低级，好反智，所以我哋唔好停留喺呢啲咁低级、咁反智嘅里面，而系咧，当我哋见到，我哋要做我哋自己本分之余咧，咁然后咧，其余嗰部分咧，上帝做埋咧，咁你就会见到咧，人同神合作嗰种美啊，嗰种靓啊，嗰种劲啊，吓，即系能够可以荣耀到神啊，嗰种劲咧，唔系要彰显人嘅能力，而系彰显神嘅作为，呢个先系最重要。喺呢一度。在那裡十一節話在這笪地方就是這笪地方 在你人生裡面有哪一笪地方是令到你很觸動的呢這個地方是你跟上帝相遇的地方呢是一定有的並且當時並且呢很多時候呢上帝跟相遇的時候呢你不要以為呢一定是聖殿、啊、一個很聖潔的地方上帝在跟瑪雅各相遇的地方並不是在他的帳棚不是一个安舒区不是回望而是一个荒野的时候跟他作相遇一个最落寞的时候。那我继续看下下一段。下一段就是上帝跟他相遇了下一页。那他由屋企别士巴去到这个伯特利的地方跟神相遇的地方还没去到他的目的地的那里就是大概行了60公里。即是说他走了几日即是开由屋企出发离开家园就去到这笪地方过夜然后见到上帝与同神相遇呢大概是60公里啦咁在地图上面的显示咁呢即是说呢他只走了两日啫。其实呢两日对这个呢宅男来讲呢就是一个好大的熬练来的因为平时的他呢就是在个帐篷度煮下嘢食啊陪下妈咪啊他都不去打猎嘅是咪咁你又想象下，如果我哋屋企嘅細路就喺屋企打機啊、打機啊，啊飯盒都唔去買噶，飯盒都阿媽買翻嚟噶，然之後咧就各各各咁就食啦，咁樣佢就收咗你個飯盒就入去就去打機啦，咁樣。咁跟住咧要佢咧行到去上海，行到翻屋企，啊上海有個舅父啊咁樣，你去個頭教佢啦咁樣。咁佢咁睬你啦，咁一定系好重要嘅原因，佢先至要离开屋企啦。咁佢点样维生啊？佢过一晚嘢啊，嚟屋企啊都不能活啦，系咪先？跟住佢都唔知道，原来系行一个月就去得到噶。其实佢嗰阵时冇地图噶，你知唔知道啊？即系而家我哋有地图啊，有咁样嘅估算咧，啊就知道啊，有一个月啦。咁起码都逐日去搣啊搣纸仔就话俾你知，哎呀，仲有几多日我就到啦咁样。佢唔知噶当时系咪？咁就系、是。就是、大概咁样啊，一个方向咁样问人咁样就去啦咁样，所以系好彷徨嘅，系一个流浪嘅心态，都唔知道有冇命翻屋企嘅心态，走难嘅心态啊！你明唔明啊？因为咧，佢有个阿哥咧话要追杀佢啊嘛，佢抢咗阿哥，即系欺骗咗，用咗不择手段嘅方法去呃咗阿哥长子嘅名分，双倍嘅祝福啊！好黑人憎啊！真系咧血海深仇啊！所以阿哥系唔会放过佢噶。佢仲有冇机会翻去个家园咧？有冇命翻屋企咧？真系唔知道啊！所以喺第二晚，即系上帝就已经
真系好好。我觉得上帝对雅各真系非常之好。第二晚咧就咧嚟去俾个派定心丸俾佢啦吓，我哋一齐睇下上帝讲咗啲乜嘢，好冇？咁上帝咧，咁咧就喺呢个十二节度讲话，佢做梦啦，佢话看啊，有一个梯子喺天上边咧，即系咩啊，立在地上，有梯子立在地上，梯子嘅顶端咧伸直伸到天上，咁然后咧看见看啊，神嘅使者喺梯子上去下来。不是下来上去，即是不是天上下来，是下上去下来，你觉得奇怪啊？那个梯子在哪里上去的？在下面呢，是吗？梯子立在地上嘛，梯子的顶端呢就伸到去天上，看啊，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即是说上帝是与人同在啊，他在这里的。咁我哋不过我睇唔到上帝嘛，我哋每一个另外一个眼睛去睇到另外一个时空啊，一个平行时空啊，一个属灵嘅境界啊。我哋好多时候我哋睇到嘅只系眼前现实嘅世界，好多难处。喺你嘅工作上边，你见到好多 turn pop 嘅同事，嗰啲叫做咩队友啊？猪队友啊，猪队友系难对付过啲咩啊？狼的对手嘛，你知不知道？其实两个都难对付的吓，咁咧你以为咧对付到啲狼的对手啦，但系咧你对付唔到啲猪的队友，因为佢就喺你身边。咁就系啦，咁上帝咧就系同人同在，所以咧无时无刻我哋都需要上帝，唔系净系喺我哋咧顺境嘅时候同我哋同在，应该咁话，上帝唔系净系喺我哋有难处嘅时候先会出手救我哋。其实顺境的时候他都在这里，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的。因为顺境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都搞定到应付到，很顺的，东西得的，我熟晒的，眯埋眼都懂做的，这样流程嘛，是不是走流程，这个社会兴走流程，知不知道什么叫走流程？按部就班，红色线就去药房拿药，什么线就 去放射治疗部，什么线就走哪里就是急症室，什么病房嘛。其实我们所有原来这些这样的线走流程啊，分科分什么呢，拍晒即是应用在各行各业的，甚至教会啊，这样才得人惊，是不是？那你不是那个部门，你不是做那样东西，不要做那样东西，不是做那样东西。你不是那個科，你不專，你不要做，不夠膽掂，不要動，不要掂，不要動，是不是？不關我事。最慘的思維就是不關我事。我曾經都後年都跌落在這些思維，唉，那不關我事，不要做咯，這樣。什麼都不做的時候，你發覺，唉，你只能夠做這些的東西，這些堆堆的東西，哇，你不會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什麼，只是能夠在工廠裡工，你就是 做一個包装啊，包装咁样啊，摄纸就摄纸咁样，即系摄嗰啲说明书就摄明书。哇，咁好机械化咯，系咪？咁如果教会系变成咁样，系咪点啊？都好几可怕噶，咁啊唔个个都变成机械人，咁啊样样都唔关我事，漠不关心，可以变成咁样，又可以咁分工细微嘅时候咧，就好似点啊？可以好有效率，全部做好晒，因为每一 part 都有人去分工做咗啦嘛，咁咪好轻，仲要好轻骑。其实不是的，即是不是很人性化，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的。其实那呢上帝他在雅各的生命里面，他最彷徨的时候，上帝主动地去介入雅各的生命，这个是今天信息的重点，也都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要思想的人生重点。上帝是怎样在你的生命里面呢，来到主动进入你的人生，在你未识去找他的时候，去搲住他的时候，上帝已经给了很多隐形或者去主动的信息，他在这里。所以呢，不是只是上帝不是说只是你有难的时候才要来帮你的，但他有难的时候呢，你见到上帝帮你呢，真的都很恭喜你。因为你顺境的时候你看不到嘛，你明白我说嘛，你顺境的时候很顺的时候你不需要也都看不到。但是当你很多很大祸很严重很即是没了上帝不得，你过不到活的时候呢，上帝出现呢，就你会见到哇，那个对比和那个恩情。
咁我哋睇下上帝嗰个条天梯系点嘅咧？个天梯就唔好似云梯咁啊，或者喺条两条桌咁样嗰只诶，其实咧系一个台阶咁样咧，系由地下伸延到去上去天上嘅吓。咁呢个咧就系本来原文嘅意思啦。下一张。咁上帝咧对上帝咧同雅各咧诶相遇，俾佢嘅祝福系咩咧？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咧，佢就话咧：我系耶和华你嘅，我系耶和华神，你祖父亚伯拉罕嘅神、以撒嘅神。你你而家瞓喺个地方咧，我要赐俾你同埋你嘅后裔。哇！佢再一次咧，上帝咧主动介绍自己，我系边个？可能对雅各嚟讲咧，从前佢听过耶和华神系边个咯，因为佢系咪就系我阿祖父嗰位神咯，咪就系我阿爸嗰位神咯。不过佢冇遇见过，佢同佢佢系第三手信仰啊，即系佢系第三代嘅信徒啊。咁我今日咧，我哋成日喺教会里面咧，好难搞咧，就系信二代啊嘛。阿爸信又可能信得好好地地，阿妈信又信得好地地，但系唔知去到阿仔阿女嗰啲咧，咁就甩晒碌噶咯，甚至都唔翻教会添。咁咧就系第二代信徒咧，就系佢唔能够将即系信仰咧，去转化到成为自己嘅一部分啊！即系佢冇经历啊，简单啲嚟讲。咁而家咧，对去到雅各呢度咧，上帝主动同佢去相遇嘅时候咧，佢先至咧系第一次同上帝有一个个人嘅关系。我但愿咧，我哋每一个咧，无论你系第几代啦，我哋都希望咧，我哋能够可以同上帝有一个主动嘅关系，系同上帝相遇，以至呢个信仰咧系好实啊！好实好实在咁样咧，你搲得到感受得到。咁神介绍完之后啦，然后咧佢就话咧，佢会保守佢有后裔啦，好地上嘅尘沙咁多啦，仲要向东西南北去伸延，去开展，哇！真系好多好劲，即系唔系少嘢嘅，即系唔系生一个啦，即系系嘛？咁但系喺而家嘅佢点啊？借身嘅佢乜都冇咧，佢仲未结婚啦。啊，有冇命都唔知啦，咁即系话将来佢有婚姻会有伴侣啦，即系去到舅父嗰度咧就掂噶啦，咁啊而家喺就系见到尘沙嘅啫，但系佢话咧你嘅后裔咧就尘沙咁多，系咪好夸张啊？系，咁呢个咧系好重要嘅一个嘅图像啦。咁地上咧嘅万族都会因你同埋你嘅后裔而得福。咁第三样咧就话咧，睇下咧我会同你同在，无论你去边度，我都会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哇！即有盼望啦，即有归家嘅一日啦。同埋一个咧游子或者浪子，佢要出外去工作，以前嘅人啦，去漂洋过海啊，或者系去第二个外地打工啊，走埠打工啊咁样。其实咧，佢呢啲游子，我哋称之为游子啦，系嘛？咁佢咧都想落叶归根啊，第日有机会退休咯，起码退休嗰之年咯，都可以翻翻自己嘅故乡，自己嘅根啦，搵翻个根。咁依家嘅即系雅各咧，就系有呢一种嘅心情，所以上帝都明白人嗰种思念故乡。佢话咧，我要令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对你所说的话。哇！真系咪好大嘅定心丸啊？喺当呢个雅各即系走佬要去揾投靠舅父嘅出门嘅第二晚，佢就上帝就已经系咁样去主动。去安慰佢，保护佢。咁咧，我为咗呢篇道咧，我就睇咗一本书啊。呢本书咧就系叫做咧《与神迈进：100个信靠神嘅故事》。但愿我哋咧唔单止系同上帝相遇啊，我哋信仰唔系同上帝相遇咁简单，系与上帝迈进啊，迈进咩啊？一个信心嘅。生命啊，去行上帝要我哋行嘅路。虽然人生嘅路咧都会有好多挑战啊，有好多个难处。其实难处天天都有。你以为咧完成咗一个学业就冇问题啦，进入社会做嘢就可以赚钱啦，系咪？咁但系原来咧进入职场咧仲难过咧读书嘅时期，因为读书都系简单啲嘅，啲人系简单啲嘅。我唔系啊，啲叻人咧都系唔简单噶，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读书叻。有读书叻嘅困难嘅，读书渣嗰啲咧就系嗰啲唔读书嗰啲咧，个个都唔读书咁样，嗰啲人就谂咩啊？谂曳嘢啦嘛，系咪？咁咧读书叻嗰啲点啊？哇，全部都系有好多秘笈嘅喎，咁样你又好似即系嗰种竞争嘅压力又有，咁到出嚟出工作嘅时候咧，发觉哇，嗰啲仲犀利咁样，吓，即系有系
唔講，我記得我有個親戚佢咁講話，佢話咧我咧公司裏面咧有一個咧係即係皇馬褂，佢話即係啲皇親角色係阻住人做嘢嘅咁樣，永遠都唔做嘢之餘咧就係阻住人做嘢，咁啊真係好慘啦，係咪啊？咁呢位孫教士咧，佢就係1996年咧就去到印度咧就要傳福音嘅。佢個信心嘅故事，其實我睇咗兩簡單單單睇兩個其中一個，話已經咧。覺得咧，哇，好犀利啊！即係佢哋嗰種信心咧，大到咧，令到我會覺得係啊！即係佢哋就係咁樣去經歷上帝嘅信實。上帝嘅信實咧，係由昔在、今在同埋直到永遠，佢都係咁信實。喺一咁呢位叫凌維達嘅女宣教士咧，同佢先生啊大衛啦，咁咧就去到呢、这個印度嚟宣教啦，當時咧佢哋去啲山區啊，咁啊嚟到去傳福音。咁啊喺12日嘅當中咧，佢哋就有連續12日再探訪嗰啲鄉村。咁並且當時咧係落雨啊，路又塞咗、封咗路啊，咁樣因為塌啊或者塌方。咁做12日之後咧，先至開通翻之後，咁佢哋就翻屋企啦。咁但係咧上咗車之後咧，佢個仔已經係發燒啦。當時個仔係3歲半啦。咁啊就第二日咧就即係搭咗一日車發高燒。咁第二日咧就發現阿仔開始抽筋啦。咁咧就證實佢患腦膜炎。咁即刻要去醫院去睇啦。咁但係由車即係由個車去到醫院咧，就足足咧都熬咗3個幾鐘。去9點出發，一度去到醫院咧，12點幾啦已經。咁仲未去到佢心目中嗰間大醫院喎，基督教醫院喎。咁要去到南方一個小鎮啫，個小鎮裏面咧都有醫院嘅。咁冇辦法，仔係捱唔到咧，因為佢已經喺尖叫啊，不停咁抽筋。咁於是就入到去醫院。醫院裏面咧，全部充滿曬咧，都係啲白喉病嘅病人啊。咁好混亂啊。咁阿媽見到今日心入不即係好唔忍心，跟住就同醫院去傾傾完之後咧，就話俾佢咧去一個雙人嘅病房。喺呢個雙人病房裏面咧，先至遇到咧一個嘅喺英國嚟嘅一個專科醫生。咁於是咧就幫佢嘅仔落藥啦，打呢個培靈西林。一打完之後，佢仔再抽筋，驚唔驚啊？哇！真係好驚。咁醫生後來咧就話好啦，同你再落多一劑培尼森林，即系唔夠再打咁樣。咁跟住就同佢講話，你將帶嚟嘅藥咧，即係研碎佢咧，再撈落嗰啲嘅果漿度搽麵包俾你個仔食啦。咁你會覺得好化學嘅，其實即係如果你有知識有咩成，你又喺一個咁惡劣嘅環境，你會好擔心啊！有人同佢講話，我個仔咧喺偏遠嘅，好多朋友啊，偏遠嗰啲小朋友咧患咗腦膜炎咧，佢哋都死咗噶啦。咁呢一刻咧，佢望到自己真係咁嘅款咧，其實咧個心裏面都好擔心。咁佢就揸住一句嘅金句啦，喺希伯來書13:5啦，就咁講，一齊讀出啦。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咁咧，佢就揸住呢句金句啦。咁佢就倚靠神啦，一百默咁嘅禱告。咁最後咧，5日之後咧，阿仔咧就好翻啦。咁咧就可以出院翻屋企。咁但係咧，翻到屋企之後咧，一個星期咧，阿仔個病咧又復發咯。咁呢個時候咧，阿爸咧，即係呢個大衛咧，就去咗一個地，去咗一個領袖嘅會議啊。咁佢哋同屋佢即係阿爸同佢哋嘅相距嘅距離咧，揸車都要24個鐘咧，先至翻到屋企嘅喎。咁咧冇辦法，等埋阿爸翻嚟先接阿仔去睇醫生啦。咁於是咧，佢即刻衝出門口啦，就去又搭住架貨車咧，就去向南方嘅方向咧，去嗰間基督教醫院。咁搭咗几个钟头车，跟住终于去到个火车站。咁由火车站要去到个医院咧，都要搭5个钟头火车噶。咁个仔就系咁样复发啦。咁但系咧去到车站咧，哇，满成个月台都系人，但系咧个售票处咧就已经车票售罄啦。下一班车要6个钟头先至可以开出，仲有几分钟就要架车就开啦。咁点算呢？咁佢就祈禱神啦，神啊，你應承咗咧，總不離撇下我，也不丟棄我。神啊，你就為我預備咧一張車票啦。咁
售票站的職員就說，現在幫你不到了，那怎麼辦？那他說我兒子重病，他說唯有是售票員才幫到你的，你自己去找吧。誰是呢？沒人，沒有作用售票員三個字在額頭上，也沒有一件即係嗰陣時咧，1966年嘅，記住嚇，即係冇呢啲咁嘅咩好荒謬嘅制服。咁成個月台都好多人咁，好似街市咁樣。咁點算咧？咁樣咁佢就見到前面有三個男人喺度傾緊偈。咁於是就去問嗰三個男人啦：，哇，去邊度揾個售票員咯？我真係重病，我要買車，我想要一張車飛，車飛又冇曬。咁而三個男人裡面，其中一個就話：，我就係售票員啦，咁樣。是不是很奇妙啊？咁我就話啊，可能我幫你安排一個車位，一個座位啦。咁我到個車卡度咧，咁咧就俾咗個座位佢，就安排佢坐上去。仲有即係嗰就係仲就係喺嗰幾分鐘之間就發生咗呢件事。上帝就為佢預備咗一張車票，就去南方嗰個醫院啦。喺呢五個鐘頭裏面咧，其實就好難捱嘅。咁我點樣捱過呢五個鐘頭咧？上帝咧係預備咗成卡都係軍人啊！就是印度教的一些軍人在那裡，那還有一個平民就是回教徒，那跟著他就是一個基督徒，那他這五個小時就跟這班人就在那裡聊天，聊信仰的對談，就是回教、印度教、基督教的信仰對談，那他們很有興趣地聽，聽到津津樂道，跟著他袋裡面帶的聖經、單張全部都派曬給他們了，那講到都不記得下車那麼滯。跟住最後就去到醫院，醫生咧就好唔容易先揾到醫生。咁醫生咧就話：哦，你個仔啊，因為太早停藥，所以咧先至復發嘅啫。咁啊，繼續食藥啦，咁樣咁樣咧就最後咧，佢個因為復發啦，咁就好擔心佢個耳仔啊、佢眼啊、個心臟啊都會受損喎。咁最後咧就好平安冇事，咁佢哋咧阿仔咧就完全康復啦。都是靠这位宣教士呢，他是靠着什么呢？就是靠着上帝的话语对他的应许，他才可以在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继续是与神迈进，见证上帝的信实。你呢？你同神的关系有没有一些点点滴滴？你会去想起，是的，真的有曾经都见过一些难关，上帝就是这样去跟我一起去走呢？雅各咧点样去回应咧？神咧对佢呢一种嘅应许咧，咁佢醒嚟嘅时候咧，佢就咁讲：，哇！神真系喺度啊！我竟然唔知道，哇！好得人惊啊！呢个地方咧何等可畏？这个唔系第二个地方，又系神嘅殿，系天嘅门啊，系天嘅门口啊！哇！有条楼梯咁上去，叫佢上到天堂噶，咁啊不得了啊！咁啊起身嘅时候咧，咁因为。其实咧，本身就系荒野嘛。发梦嘅时候见到呢个变成系一个咩啊？系神嘅殿，天嘅门啊嘛。哇！再行，即系其实咧，你要想象嗰一个普通嘅地方，上帝可以变成一个同你相遇嘅地方，变成一个特别嘅地方。咁所以你要揾嚿石头咧，就抹起佢。呢个石头就系佢本来要嚟瞓觉嘅一个石头，而家咧就将佢砌起佢，然后咧就倒上油。啊，你话好奇怪，点解会有晒呢啲咁样嘅道具嘅咧？咁样啊，原来咧当时嘅人咧系好兴咧带住一瓶油出门嘅。咁嗰瓶油咧，亦都可以咧叫你咧点啊？即系好似你啲万金油咧，即系万能嘅，知唔知啊？啲油咧系可以要嚟献祭啦，又要可以嚟要嚟咧去查伤口啦，又可以咧即系。如果病嘅咧，咪要阿長老咪叫長老嚟去幫人倒油，然之後禱告嘅。咁所以咧，佢哋出門咧就一定會帶定一瓶油係要嚟用嘅。咁當佢用作係一種嘅宗教禮儀嘅時候咧，佢就成為一個分別為聖，讓呢笪地方成為一個分別為聖嘅地方。伯特利咧就係神嘅殿嘅意思啦。咁原來本身咧，路斯呢笪地方嘅名咧個名稱咧嘅意思咧，就係一個逃難避難所。或者行樹的地方，上帝是可以將一個避難所變成上帝的殿，是不是很奇妙？在一個普通的地方，它是成為一個可以與神相遇的地方，所以我們可以去到世界各落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我們去呼求上帝，上帝跟我們一起的時候，那裡都是可以成為上帝的殿，也都可以被上帝所用。雅各的回應繼續呢，就是
在第二十节嗰度咁讲，佢话我若神若与我同在咧，我就会喺我所行嘅路保佑我咧。咁我咧就会俾我有食物啦，俾我有嘢着啦，俾我嘅平安可以翻到父家啦。即系头先阿神讲嘅嘢啦。咁我就会以耶和华为我神啦。咁你会觉得哇咁鬼死，即系佢咁鬼死 cheap 嘅咧吓，讲啲咁嘅嘢啊，又系咩食得暖啊，着得饱啊，咁嗰啲咁嘅嘢啦吓，即系咩？圣经不是讲话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咩？啊，你要记住他是旧约的人，他不是新约的人，所以你不要想着穿透时空，即是没有剧透这件事的。他人生就在这个 moment 里面遇到这么大的危难，他就是第一次跟神相遇，他的信仰只是一个 BB 刚刚萌芽。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想法来批判雅各，并且咧，我哋咧好多时候咧读圣经咧，我哋读到雅各嘅生平啊嗰啲事迹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呢个人好抵死嘅。佢咁样咧俾上帝惩罚，或者佢要走难咧，都系抵佢死嘅。咁啊最好啊，佢咧就俾上帝惩罚下咁样，因为佢做嗰啲嘢咧就太不择手段啦。咁但系咧，其实咧谂下咧，如果上帝咁样咧去惩罚下我哋自己咧，即系我哋都系嗰啲咧好抵。好抵死嘅人嚟噶，好多衰嘢噶。咁但系咧，我哋又好想上帝咧系保护我哋噶。嗰啲咧，加害于我哋啊，或者对我哋，头先话啲猪队友啊，嗰啲咩狼对手啊，嗰啲咧，全部同我对付晒佢，帮我搞掂晒佢啊！上帝，你帮我啦咁样。咁但系上每一个都系上帝所爱噶嘛。咁所以咧，你要咁谂咧，你就会知道咧，上帝咧喺度建立阿达啊雅各之余咧，其实咧佢同样咧都会建立我同埋你啊。你究竟你的属灵生命是什么情况，是什么水平呢？其实呢，雅各在这个 moment， 即是在这个时刻的雅各只是一个刚刚的起步和上帝的相遇。上帝是很有耐性地 去陶造一个人的生命，去转化他的生命。你呢，你愿不愿意给上帝去陶造你，转化你的生命呢？他就是这样去讲啦吓，跟住咧第二十二节仲咁就立个柱子啦。佢话咧呢个石头咧就会咧变作上帝嘅殿。咁咧凡你赐俾我嘅咧，咁咧就会奉献十分之一嚟到去奉献俾神。呢个都系雅各咧佢一个嘅自愿性啊，即系佢一个自发性嘅一个嘅奉献嘅心智，其实都好值得咧我哋去欣赏同埋学习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同上帝咧有一个咁样嘅起。即系立志，我要做啲咩嘢，我要去做啲咩嘢。上帝，你同我一齐，你俾我力量啦。咁如果咁嘅时候咧，我就要奉献俾你。咁喺用上帝俾你嘅祝福，然之后去奉献俾上帝嘅事工嘅角度咧，其实系好顺理成章嘅。咁上帝既然都咁样去，即系透过天使嘅显现，你都去讲俾雅各知道，我系喺度噶，我系喺度噶。上帝咧都会喺你生命里面咧系展示佢同在嘅嗰份嘅祝福同埋力量嘅。咁头先我讲嗰个宣教士咧，咪佢嘅祷告上帝咪答允咗嘅。虽然见唔到天使啊嘛，咁但系咧嗰三个男人咧出现喺月台里面咧，一问咧就系嗰个就系个售票员啦，都系仿佛犹如天使咁样，上帝听佢祈祷。但系有阵时咧，上帝嘅出现啦，或者系上帝嘅天使嘅出现咧。是神秘的，不知道的，但是总之上帝同人相遇，生命就会产生变化和改变，而且是可以很翻天覆地的改变。在1955年的九月，有五位的宣教士，当时他是二十几岁，他们很年轻，他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心智，就要去到亚马逊森林那里呢，去向一班呢叫做厄瓜多尔的族群呢，他是食人族来的，是石器时代的人来的，他要向他们传福音，因为呢这班人呢是没有书读，没有衫着，没有文明。在1956年1月呢，这五位的宣教士当中呢，即是其中一位叫做最很出名的叫做 Jane Alien 啦，呢位系一个为首嘅，咁再加上一个揸直升机嘅、揸飞机嘅，一个叫做咧A 星吓，呢两位啦，咁其他仲有三位嘅，咁佢咧全部人咧就咧去到呢笪地方咧，大概三个月到啦，咁佢哋咧就全部咧系殉道嘅，系死喺咧呢个奥加族
的战士的长矛底下殉道。咁呢单嘅消息咧，就咧轰动咗全球，同埋咧成个嘅宣教界咧都系好轰动，同埋好悲痛啊！当时咧冇人即系想到咧，二十几岁嘅呢一班咁爱主、咁热血嘅青年咧，要向未得之民传福音，最后咧就登陆嘅时候咧，最初佢哋揸飞机嘛，咁后来咧佢揸飞机就将啲食物咧就抌落去俾佢哋，咁样就示好啦。咁啲族人咧都觉得咧，即系呢班人系，即系佢哋好受落嗰啲嘅摆落去嘅物资嘅，好受落嘅。咁并且咧，原来佢哋系同呢个族里面咧有一个咧走咗出嚟文明社会嘅一个族人咧系认识嘅。咁就佢就成为咗佢哋嘅中间人啦。咁然后咧仲同佢影相添吓。咁当佢哋咧咁點解後來嗰啲人咧，明明同好似個幾友善噶嘛，咁所以佢哋先有信心咧，就咧喺河，即係個海灘嗰度咧，就諗住上岸咧，就入去村噶啦。咁當佢落到去海灘，去個河口嗰度咧，咁扎營啊，大概三個月啦。咁即係2019年嘅一月，佢其實九月就入去嗰度村就放食物喺個飛機，跟住。大概三個月，咁啊，2016年嘅一月，咁就死啊？點解咁？點解咁大嘅變化咧？咁原來咧，就佢哋咧當中有啲厭仔啦，即係成日都有熟靈爭戰噶嘛，知唔知啊？就話佢哋咧有啲惡運啊，有啲衰嘢咧，都係呢班人咧帶俾我哋噶咁樣。咁佢哋咧，其實呢、這個食人族咧，佢哋好有攻擊性嘅，佢哋殺人咧係唔需要理由嘅。總之佢覺得受威脅咧，佢就會出其不意咁去攻擊你噶啦。咁你即係徹底咁將你殲滅。咁當佢哋咧想解釋嘅時候咧，即係想解釋啊，點解我哋唔係對你有敵意嘅，我哋係好人嚟噶咁樣。咁佢就攞幅相咧，話俾佢聽咧，咦呢個你咪你個族人咯，你個族人你咪識嘅咁樣，又圖有真相嘛，係咪？咁呢個係我哋文明人咧諗嘢係咁諗啊，但係啲土人嚟嘅，未讀書啊，哇！佢見到佢個族人咧變成一幅相喎。变成一个平面人，哇！咁你咪施咗咒咁样，哇！你唔死唔得啦咁样，咁啊费事你将你啲恶运咧，啲咒诅咧带俾我哋，咁所以就将佢歼灭咗。咁呢单嘅命案啊，或者呢个殉道事件咧，系触动咗好多人嘅心，好痛楚嘅。咁跟住之后咧，佢哋呢啲嘅孤儿寡妇咧，就誓要咧坚持佢嘅。丈夫的遺願咧，再進入去呢個嘅族群裏面去傳福音。九年後咧，呢一個族群咧，全部就信咗耶穌，連咧當日殺宣教士嗰啲嘅酋長咧，都信咗耶穌。往後嘅38年咧，至到40年咧，其實差唔多40年咧，佢哋都喺呢一個嘅族群裏面去生活，去同佢傳福音。這個Steve Singh 咧，就係當日揸飛機嗰個Nate 啫。嘅仔啊，咁佢就係喺嗰度成長啦。當佢爸爸遇害嘅時候，佢只係得5歲啫。九年後咧，呢5位嘅遺孀加9個小朋友咧，佢哋都一齊咧，就翻去呢個族裏面咧，係傳福音，而佢哋就全部信耶穌。40年之後咧，佢再重臨呢笪地方咧，佢就訪問呢啲土人啊，點解當日咧你哋會殺我爹哋阿媽嘅咁樣，咁頭先咪講咗話嗰張相嘅，咁點解之後你又咁快肯信耶穌咧？大家你知唔知道點解啊？睇下一張，佢話咧啲族人咧，佢話咧我哋當時見到天開咗，並且咧有天使喺度唱歌喎，好多好多天使喺度唱歌，哇！同埋咧。天空里面咧闪住咗好多好多好光嘅嘢，成个天空都着咗光咁样。佢觉得咧呢个系一定系好灵异嘅嘢嚟噶，系灵界嘅嘢嚟噶。哇！咁宣教士咧，Steve 就问佢：咁你仲记唔记得首歌系点样噶？系天使唱咩歌啊？咁样几十年前嘅嘢，佢问佢天使唱咩歌。咁唔知系一个族人咁讲，话天使唱歌，系佢问咗好多当时嘅生还者，即系仲未死嗰啲咧，40年前仲喺度有份杀宣教士嗰班族人咧，都唔同嘅妇女，唔同人都系讲同一样嘅故事，都系见到天使，听到有人唱歌。佢话
咦，头先都有播噶咁样。咁因为咧，佢哋四十年后咧，阿 Steve 咧系筹划一套电影，个电影就叫做《End of the Spear》咧，就咧喺长矛之下咧嚟到系去见证呢一个宣教士嘅事迹。佢话头先都有播噶咁样吓。咁佢哋好奇怪啊！咩歌咁，跟住佢哋炒翻个 CD 啦，喺度咁度俾佢听翻边只咁啊，跟住啊系呢只咁啊，原来呢一只咧就系咧佢哋嘅电影主题曲，就系《天使唱》。咁啊，呢首电影主题曲咧系新作嘅，系为呢套电影而作。咁而当日咧，呢班宣教士宣道嘅时候咧，神咧以为佢唱咗一首歌啦。四十年后，其实四十年之前，即系宣教士死往后嘅第九年，佢哋都系唔知道有呢一个天使歌唱天开了嘅事迹。但系呢一班为主奋进迈进与神同行嘅宣教士，佢哋就系咁样样去摆上佢哋嘅坚定嘅信心，即话不然就系咁样去信靠主。我哋嘅生命咧，我哋生命都系可以。去坚定信靠主，去见证上帝的存在，他一直都在这里，好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一直都在这里，你和我们同在，你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直到我们见你的日子，你都在这里。神啊，叫我们知道你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是愿意努力地去完成你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怕。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好多谢何师母的教导，提醒我们在灰心失意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弃，因为神是随时会出现帮助我们，就建立我们的信心，给我们经历到大山挪开的恩手一样。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
掌声全部都是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弟兄姊妹请坐，家事报告。大家午安，现在是家事报告。再次欢迎来到恩福元朗堂聚会的新来宾，希望你呢填写新来宾留名。如果你是网上的新来宾，希望你登入 QR code， 以至呢、就是、我们可以认识你，将我们的聚会介绍给你。可以的话呢，都邀请你回来我们的礼堂，我们一起去实体敬拜神的。我们恩福元朗堂五周年，还有继续陆陆续续有嘉宾有些祝贺片段给我们的。接着下来呢，就是戴继宗牧师，他就是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牧师的第五代世孙。那请大家欣赏一下。元朗播道会的弟兄和姐妹们，主内平安。特别谢谢何牧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我们元朗教会的五周年能够有一点点的分享。感谢赞美主，知道元朗的教会神也大大的祝福，大大的使用，在元朗这个地方来广传福音，带领人信耶稣，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为你们心中充满着感恩和感谢。也感谢主，在过去的五年当中看到的确元朗我们播道会在那边，我们不徒受主的恩，我们也不白占地图，乃是能够继续的不单单是在元朗，我想在香港甚至在近处一直到远方，能够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在这五周年的时候，我特别想到《使徒行传》第四章那边描述着早期的教会为一个不能不说的教会，不能不说的教会。其实在第四章若是我们有机会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三次特别提到了早期的教会门徒们信徒们的胆量。在那边我注意到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胆量是出自于他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在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当中他们就有胆量，就成为不能不说的教会。第二次这个胆量的出现，我就想到是因为门徒们不仅是跟随耶稣，他们也笃信上帝，他们相信他们所深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以及掌管人类历史的上帝，因此在这个笃信的当中，他们也成为了不能不说的一群人。而第三次描述胆量是在那边特别告诉我们，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充满着胆量来为主做见证。我就想到我们元朗的教会在这五周年，真是心里的祷告是让我们更多成为不能不说的教会，不能不说的教会。而这个不能不说是出自于胆量，而这个胆量是来自于一，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二，我们笃信上帝；三，我们被圣灵充满。但愿神祝福元朗的教会和牧师同工们弟兄和姐妹们，在这五周年，一方面我们为过去感恩，但是同时我们也展望未来，求神继续的更多的来使用我们元朗播道会，能够为主来发光。愿神祝福五周年的庆祝，也继续的使用着元朗的教会，平安。好多谢戴牧师语重心长的勉励的话语。我们今年恩福堂举办恩爱夫妇营，有两个时段的。第一个时段就是在3月30日至4月1日，第二个时段就是6月
八號至到十號嘅。其實咧，如果夫婦嘅話咧，我哋嘅感情咧應該繼續咧係更新啦，因為咧我哋都好渴望咧有細水長流嘅關係啦。我哋嘅溝通啊，我哋嘅感情咧都要進深嘅。透過參加呢一個夫婦營咧，希望我哋咧一齊去學習去成長啦，共結美滿嘅婚姻。咁咧，希望大家如果係之前未參加過恩愛夫婦營嘅夫婦咧，咁希望你哋踴躍去參加啦。但係如果你哋都參加過嘅話，希望你哋都繼續去考慮都可以參加嘅。就好似頭先有同工話，好似去旅行咁，都好開心愉快嘅經歷嘅。咁如果可以嘅話咧，鼓勵大家參加六月份嗰個時段啦，因為有我哋嘅何牧師夫婦作為帶領嘅牧者嘅，同埋可以同我哋嘅元朗堂弟兄姊妹一齊嘅參與。咁樣咧，而家咧就開始進入大齋期四十日啦，咁呢一個預苦期咧係由2月14日至到3月30日嘅喎，咁而教會咧就預備咗一個好好嘅靈修書係俾大家嘅，呢個靈修書咧就係大齋期四十日透過詩篇咧係俾我哋去靈修嘅，咁呢一個靈修書咧就希望喺而家呢一個嘅預苦期間啦，對詩篇作出默想基督嘅受苦同埋受死，預備自己迎接復活節嘅來臨，而生命咧得到更新同埋變化嘅。咁呢一個嘅靈修書咧就喺兩邊嘅門口同埋閱讀角大家可以去索取嘅。係咪好靚嘅徽章咧？咁大家咧都好可以喺兩邊嘅門口同埋喺閱讀角攞一啲嘅徽章啦，咁亦都可以咧就去攞咗之後咧就送俾你哋嘅親友啊、鄰舍啊咁樣。咁透過呢啲徽章咧，如果我哋黐喺大門口啦，可能有鄰居咧就會覺得好奇啊咁得意嘅，以馬內利咩意思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去解釋俾佢聽啦。咁都係一個好好嘅見證嚟嘅。咁我哋嘅禮物今次有好多喎，除咗有之前啱啱講過嗰啲咧，仲有一個有一個好精美嘅呢一個嘅呢個係咩嚟噶？果子嚟嘅喎，係喎係喎，呢個果子好特別噶。上邊呢一個咧係一個係咪 logo 啊？係咪我哋恩福元朗堂個 logo 啊？同埋咧就節制喎，啦。咁其實咧我哋咧都好似有。有很多不同特質的果子，就是聖靈的果子。剛才師母就更正我，其實是一個果子九個特質的，就不是，是的，不是九個果子，他都笑我。是的，那這一個果子就包含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我想大家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啦。那完了崇拜之後，在兩邊兩邊出口咧，有司事咧就會派發我哋一人一個果子嘅，希望咧我哋特別係喺嗰個果子追求成長啦。不過係啦，正如我哋係有唔同嘅特質，希望咧都喺唔同嘅特質裏邊，我哋一齊去成長嘅。咁我哋今日嘅報告完成啦，請大家起立，我哋同唱榮耀中。我哋將最高嘅榮耀歸俾我哋嘅三一真神。赞美圣父慈爱至深，基督舍己来救罪人，每刻施恩圣灵导引，三一神亦会大众扬。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以信心去领受神的赐福。愿三位的上帝亲自透过圣灵在弟兄姊妹你们的生命里面去做陶造的功夫，让你们的生命结满了圣灵的果子，与所蒙召的恩来到相称。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领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神祝福你每一位。